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《我是收集狂》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，想问一下，这次暌违一年多都在做什么呢？就一样工作啊，顾家庭啊，顾家庭，对啊，我这健身是都还有持续在练啊，都有持续在运动，有在健身就是。我记得你之前你有说，之前你就不比了，现在为什么又重出江湖呢？我就想说偶尔比一场，比较没有像以前那样每年都比，每年都比太累了。那、现在可能一年比个一场两场这样就好了。你今天是参加哪个项目？古铁形体168公分以下。只有一个吗？对对对。那其他的怎么没有比呢？想到比个一项有比较。那你目前准备如何？准备我觉得应该80分吧，就反正顺其自然。对。那另外20分呢？20分可能要再降更干一点，可是那样比较累。我想说就有比较好。你家人没有来看你？没有没有。我跟朋友一起来。哦。所以那家人有跟你讲什么、比赛前？没有啊，他们就反正就自然顺其自然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有请32选手请到舞台中央，进行的是1分钟自选动作，音乐请开始。你刚表现如何？不太好啊，不太好。哪里不太好？应该是真空收腹不太好。想认识更多的肌肉天才吗？请搜索我的粉专或频道哦。